人生中的下一个阶段了。进而就向唐嫣接连求了三次婚，可每一次唐嫣都会主动的拒绝掉对方的示爱，因为在唐嫣的心里面，事业要比爱情可靠的多，她内心非常害怕会因为结婚生子影响掉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事业。经过这个阶段之后，唐嫣在高云翔那里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地位可言，高云翔也转头就做出来了。令大家匪夷所思的事情和唐嫣的昔日好姐妹董璇快速的闪婚了。如果董璇知道结婚后高云翔会原形毕露的话，想必当初也就不会帮自己的好姐妹排除隐患和她结婚了。而唐嫣无疑是最幸运的那一个，虽然说在谈恋爱的时候频频遇人不淑，但是在结婚之后却因为罗晋享受到了不一般的待遇。当初因为 X 女特工和乱世佳人让唐嫣和罗晋有了相识的机会，在此之后就经常有媒体胡乱猜测两人的恋情绯闻，一直到他们再次合作了《克拉恋人》。这部剧中罗晋饰演的是个男二号，但是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大结局女主角唐嫣和罗晋走到了一起，大家都纷纷表示这不会是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吧。一直到《锦绣未央》定档播出之后，唐嫣和罗晋才忍不住官宣了在一起的好消息。唐嫣因为官宣恋情还不惜得罪了自己的好姐妹杨幂，那一天正好是唐嫣的生日，原本杨幂卡点为其庆生并祝福唐嫣可以早日找到另一半，可唐嫣却在6分钟之后打脸了杨幂，随即就公开了自己与罗晋的恋情。如果是好姐妹的话，那闺蜜有了恋情自己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唐嫣和杨幂之间就再也没有像从前那般亲密了。自从唐嫣和罗晋公开恋情之后，两人就会时不时的给大家撒下一点狗粮。公开恋情后不久，就在维也纳的美泉宫举办了一场封闭式的婚礼，在举办婚礼的前一天才公开了消息，就是为了防止有狗仔乱入。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罗晋真的很爱唐嫣。婚后唐嫣还为罗晋生下来了一个女儿，本以为他们真的如同外界看到的那般甜蜜幸福，可没有想到就在2020年的时候，罗晋就被爆料出来了出轨的消息。据悉罗晋在片场和自己的女助理行为亲密，女助理会主动多的搂住罗晋的胳膊等。罗晋看到新闻之后当即就回复了放屁滚，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但是这也不是罗晋第一次传出绯闻了，之前在和李一桐拍摄广告的时候，不管是摸脸杀还是撩头发的动作，都可以表明两个人的关系不太一般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多么暧昧就有多么的暧昧，外界就开始传闻起来了唐嫣和罗晋婚变的消息了。大家都以为他们的婚姻就要产生裂痕了，但是还有人说唐嫣正准备怀二胎呢，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了。果然在娱乐圈的明星们没有一个可以安稳度日。看到了这里，大家觉得唐嫣和罗晋的关系如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。